所以明跟无明是两样东西嘛，一个明白的人，他就是随缘，一切随缘，随顺，随分，你应该做的你就做，叫随分。随顺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就随顺。随缘，缘分到了，那大家就在一起，缘分没了，那就分开，笑嘻嘻的，对不对？有缘则聚啊，无缘散啊。一任青鸟虚空飞啊。有缘则聚，无缘散，也没什么，这是随缘。随顺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随分，我能够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不能做的也不要勉强，就随分。佛法就是教你这个，顺其自然，这样子走。很多事情不要勉强，一勉强就是罪恶。所以这个叫做明跟无明，很多人都是无明的。